义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主日平安，平安，主日平安。那欢迎大家来到 MSI 温哥华的大家庭啊，那也愿我们每一个人此时此刻都享受与上帝同在的时候，他赐给我们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好，请我们家人们，我们一同站立。好，接下来我们一同用主祷文来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带着心灵和诚实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我。
感动我，求你更次感动我，使我心意全牺牲你，被天地破碎，生命每一天成长，承受他的祝福，承受他的祝福，在基督里已经不是我在活着，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在基督里我的过去已经过去，
前几次讲到，我觉得，前几次讲到，我觉得可能时间把握有点问题，打爆了会不会？所以今天你们到十一点钟的时候给我一个记号啊，就是你该下台了，你不要老是在上面不下来啊。好，我非常感谢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聚集的，再次在温哥华聚集的时候，我的心情其实是很复杂的，特别是唱第二首诗歌的时候，是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就是我们曾经带领敬拜的一位弟兄啊、创作的在基督里啊，那这个弟兄曾经在我们跟我们一起开始我们的华语的聚会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的国家祷告。
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情况，你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知道，你也知道我们的国家需要福音，真是需要来自于你的信仰。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那些执政掌权者，也求你真是让我们在艰难中的弟兄姊妹能够有信心坚强地面对明天。求你真是在绝境当中，在人看来好像没有出路的环境当中，主啊，你给他们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出路来。主啊，求你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到教会是什么的第三讲，教会的信息。那我们今天如果在这里，在温哥华建立教会，我们传扬的信息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一种信息呢？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通常是在圣诞节读的，那很抱歉，今年圣诞节我暂时不能跟你们一起过，我希望明年圣诞节可以跟你们一起过，好不好？但是呢，我就先把圣诞节的信息给我读出来。通常我们在圣诞节就会讲耶稣降生的这个信息，是不是？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你实在是看到耶稣降生在的一个世界，也是一个极端不确定的，也是一个很混乱的、很黑暗的一个世界。所以在这里面，当我们通过这段经文，我们去思想教会的本质，就是我们第一讲所讲的，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的。到第三讲，我们说今天我们教会要传扬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在一章二十三节有一节圣经非常重要，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节圣经其实是基督教信仰非常核心的，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耶稣是希腊文，你还没学？耶稣啊，西班牙文你学了？这个词，耶稣这个名字是耶稣是希腊文的翻译过来的，在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这个词的意思就叫拯救。所以当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上帝给了他的一个名字，就是拯救。他的名字就带了信息，你的名字是不是带了信息了？哎，我跟你说，你的名字一定是带着信息了啊！这个片有，我的名字叫李杰仁，啊，带着信息的，你发现没有？啊，你看，你仔细去想一个人的名字，他是带着信息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名字也是什么？带着信息而来的，而这个信息呢，也就成了今天教会的信息。那么教会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呢？教会传递三个信息。第一，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他说你要给他起个名字叫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信基督？我们今天说信基督教说错了，加入教会组织你也说错了，其实它不是一个组织，我上两次讲了，对不对？教会是什么？是基督的身体， The body of Christ， 它不是一个 organization， 它是 organic growth， 它是一个身体上自然生长的一个机能的。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信仰的是耶稣基督，他的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要加劝人行善。今天他说哎呀，我们宗教都是一样，每一个人都要劝人行善， Yes and no。但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信息不是劝人行善，因为佛教也劝你行善，道教也劝你行善，任何的伟大的宗教都应该劝人行善。但基督教最重要的信息，它不是劝人行善，它也不是叫你加入一个教会组织啊。尤其说教会是一个身体，它不是一个组织，它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告诉你，你要脱离罪恶的捆绑，并且不再面对死亡而生，而是会向着永生而生。哎，这里面就来了。你就看到死亡跟永生还有罪恶的捆绑跟得自由的生命形成了一个对比，所以你就看到罪恶好像跟死亡有关系了。如果你仔细看圣经，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很有一个事情，就说基督教常常讲到我们是罪人，而为什么基督教信息常常是围绕我们是罪人产生的？因为基督教相信我们今天人死亡是因为罪，我们今天人之所以死亡是因为人有罪。这是从圣经的启示当中让我们看到，亚当那个时候他刚刚被创造的时候，
你会发现圣经说他是不死的。他为什么会死？因为罪进入之后啊，让他跟上帝分开了。所以死亡的定义，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死亡的定义是什么？你知道 ？Separation， 分开。人之所以死亡，是因为人跟上帝分开了。人之所以死亡，是因为他跟创造天地万物生命的源头分开了。所以死亡的定义不是什么，不是气没有了，不是啊，当然是了。你从生理学角度讲，从医学角度讲，从脑科学角度讲，是的。但是死亡的定义从神学角度讲是 separation， 是分开。当你跟生命的源头分开的时候，你就面对什么？死亡。所以今天我们还活着，但是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是面对死亡而生。所以我们今天中国人讲话很有道理的，中国人讲什么叫视死如归啊，你懂我意思吗？其实我们今天活着其实是向着死亡而去了。所以为什么年纪大的时候，很多时候，哎，我们就在想，哎，我们将来会去哪里。其实今天年轻人我们也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极端不确定了。你不知道几个疯子，除了美国的疯子，除了俄国的疯子，还有一个伟大的疯子之外，这三个人聚在一起，这个世界会发生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他因为这些都纽扣都在，这个按钮都在他手上，他们动一动，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基督教核心教义讲的就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啊，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与上帝创造生命的源头隔离开了。当我们与神隔离开的时候，所以我们就面对死亡，因为它是生命的源头。当我们与生命的源头断裂开了，我们是不是就面对死亡？这就是基督教的信息啊。所以罪这个词，你知道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不太愿意相信的。我的老父亲84岁，在疫情当中2次差点死掉，真是上帝救他的命啊。另外我如果你听我讲到，你就会听到他那个半夜打120打不通啊。那全中国那段时间是像燃烧的一样，多少人在打120啊！感谢上帝，居然我们有北京的弟兄姊妹打电话打到上海的120打通了，还把我父亲救送到医院里去。这第一次救他啊，第二次是这个他那个氧气氧啊，没有吸氧啊，没办法吸到氧，所以那个氧气瓶又那个我买的这个制氧机又买不到，这全中国断货啊！结果哈、啊，反正那个在。最后在关键的时候，这个我们弟兄想办法从南京帮我们买到一辆快递到那个我家里去，让他吸到氧，那两次救他的命。所以我父亲在疫情当中信了主，那很难得的一个神迹般的一个事情，他怎么可能信主？我说爸爸你会信主，每个人都有可能信耶稣，因为他是坚定的反。不是反共哦，是反耶主义者。因为他有一个理论，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就说，哦，他说原来啊，基督教讲的罪跟我理解的罪不是同一个罪。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受孔子的思想的影响，我们儒家文化，我们以为的罪是什么？你杀人放火就是罪，你抢银行偷盗你是罪，你是把人家怎么样了你就罪，反正这些是罪，反正我凭良心做人。他常常就说我李某某，我凭良心做人，我活了几十年，我日本人也见过，对不对？那国民党我也见过，共产党我见得更多，我都是凭良心做人，我为什么要信耶稣？你懂我意思？我有什么罪啊？但直到后来他发现，哦，原来基督教讲的罪跟中国人传统的罪不是同一个意思。中国人讲的罪是罪行，是个行为，基督教讲的罪是罪性，就是人有罪的根源。这个根源呢，是你生出来就有了。就像是我们说，小时候什么3岁学好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学坏是很容易的，对不对？容易的，他信了耶稣之后，哦，原来我知道，信耶稣就是说认识到我有罪性，我需要上帝帮助我来改变我生命中的罪性。所以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个罪。不是罪，杀人放火，罪是什么 ？sin， sin， 这就是罪的定义，是 i 在什么，在中间 ，sin sin 是 i 我在中间。基督教讲的罪是什么？自我中心是罪，不是上帝为中心叫罪。
基督教讲的罪不是 crime，C-R-I-M-E， crime 是因为有 sin 才会有 crime， 所以 crime 也是 I， 我在中间，我在中间。所以今天人之所以犯罪有罪行，是因为人有罪性；人之所以有罪性，是因为什么？他离开了上帝。因为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是围绕上帝而生的一个生命，但是当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他就抵抗上帝，不再跟随上帝。所以在这个圣经当中，让我看罗马书15:12说什么，就讲到罪的起源，就是罪是从一个人进入世界，死又是从罪出来啊。一个人就是谁啊？亚当，从亚当来的。所以什么？我们犯了罪，然后呢，罪也会泛滥的。因为罗马书5:12说什么，于是死就临到众人，每一个人因此而都会什么，都会犯罪，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上个礼拜我两个礼拜前在那个 LA 讲到，我就讲到，我说人有三点，我说每一个不用去掩饰，我说每一个人，包括牧师也是，什么主教教皇啊，每一个人领袖啊，都是这三点都脱不出。我说每一个人都有弱点，同意吗？啊，同意。每个人都有什么？都有盲点，都有看不到的地方，同意吗？还有一点最可悲、最要命的是什么？每个人都有污点，都有污点。今天我们在人面前，我们可以表现的我们是完美的，但是在上帝面前，我们逃不过。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有污点，所以罪是临到了众人，也因此死就临到了什么？众人。所以耶稣来什么？耶稣来就是要救你不死。什么叫不死？我刚刚说过，死的定义是分开，不死就是什么？不分开。不分开就是我们与上帝不分开，这就是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去，透过耶稣基督回到上帝面前去，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这就是教会的信息，最根本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罪是可怕的。罗马书3:23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什么？罗马书6:23说罪的后果，因此什么？人就会死。因为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人之所以犯罪，人之所以死，是因为犯罪。因为犯罪就要付代价，付代价就是死亡的代价，死亡代价。到温哥华来，我觉得有一点，大家就问我，哎，温哥华跟欧洲有什么不同？你没有想过，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在欧洲长时间生活过？啊，感谢主，还有没有？只有一个，还有两个，我们多多聊聊，我们多聊聊。我是个对欧洲蛮喜欢的，欧洲的，那在欧洲生活了20年哦，那我发现啊，欧洲跟温哥华还是很不一样的，想不想听听？想不想？啊，你们想我就讲，你不想我不讲。欧洲什么？欧洲跟温哥华不一样。第一个，欧洲没那么多华人，特别是北欧。我们整个瑞典大概不到20000华人，那温哥华都500000华人了，对不对？啊，第二个，温哥华跟那个北欧不同的地方是，温哥华是英语为主的，就有英语的文化。在欧洲，我们虽然在瑞典啊，在荷兰啊，都讲英文，但是它不是英文的环境啊，他们都母语都是，或者是官方语言都是当地的话啊，这是很大的不同。但是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比如说环境都很有，我的那个 hometown， 我在 Gothenburg， Sweden， 跟这里很像啊，哦，所以我很喜欢下雨，我很喜欢，你知道吧？哎，你看那神经病，喜欢下雨。我一想一下雨，我就想起欧洲，我就觉得好像回家了。哎呀，真开心啊！然后空气好，到北京不适应。北京什么？北京有雾霾。这两年好了很多，对不对？前段时间又雾霾了。中堂大人走的时候，那周雾霾很厉害啊！哎，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我告诉你啊，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要装神弄鬼啊，有些事情你不信，你不由不得你；有一些超自然的事情，你不信，由不得你。为什么会有雾霾的？我告诉你，我常常就喜欢把这个雾霾跟人心里面的这个灵里面的雾霾做比较。因为什么？因为有污染，所以什么？这个环境被污染了，所以我们是有这个社会上的雾霾，对不对？今天人的心里面被污染的时候，被罪污染的时候，这个心里面就有什么？就有雾霾。而这个雾霾是什么？
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过滤去清理。今天我们可能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在温哥华在加拿大生活很久，你可能不体会，但是我相信你们初初的移民到这里，你一定有很深的体会。你发现这里的人就是好像比我们伟大祖国的人来的什么简单干净啊，干净。我不是说他们不是罪人了，他们也是罪人，但是你不要忘记，他毕竟经过基督教2000年的洗礼，毕竟经过教会几千年来的这种洗涤，毕竟有信仰的民族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想起圣经里面常常想起一句话，就看到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看我们的，我常常我刚刚就祷告说，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会变成？不是我们一直在从小我们是学雷锋长大的，你知道吗？我小学一年级读的第一课，你还知道是什么吗？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现在都2.0版本了。我们当然我要小心一点。但是无论怎么样，就让我们看到人性的污染。我父母84了，我父母83、84、85了，马上他们也被迫要面对一个要去到老人院的一个情况。那我也很挣扎，这两天我也跟他们电话一直在。我相信我们每一个跟到我这个中年人的，如果你的老人家，你们家老人家80多岁、90岁还在健在，还在国内的话，你发现养老是一个什么非常要命的事情啊！你知道我母亲是坚决不想请阿姨的，不想请家政人员帮忙的，为什么呢？看到视频吓坏了，没有看过，居然对老人家抽老人家，抽老人家，在这种虐待老人家。然后还不单单虐待老人家，还虐待小孩子，小孩子不会讲话的，小婴儿啊，这个保姆可以这样的，把这个最恶心的事情，就是把痰吐到小孩子的婴儿的嘴里面去，这样的事情居然可在21世纪今天的中国，在伟大祖国还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这实在我觉得好像人的恶。真是不断的在进化，在 upgrade。怎么会今天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所谓伟大的啊，所谓这个我们那个没有5000年了，3000年最多了，这个优良的文化的，受到这个啊四书五经教育的，我们的民族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所以你怎么样让我去 convince 我的父母，他们去招阿姨呢？他们不敢。然后呢，你会发现还不是单单对阿姨这样。10月份不是发生过一个街头发生过一个狗咬了一个小孩，对不对？当然这是很不幸，这我相信这是真的，就是那些大狗，特别是大狗，你不能够不拴它，对不对？我们都认为即使你在街上走，你要拴着你这个狗走，对不对？当然这个是把狗放出来是不对的，你应该拉住它。但是也不需要到一个程度，到处来捕杀狗吧。你知道狗狗是我们的好朋友啊。你知道我看到这种，我心里多难过，你知道吗？我养过狗狗，小小，我太可爱，它比你孙子还可爱，你知道吗？真的呀。狗狗是你人类最亲密的朋友，你知道你这样对待生物，对待生命，我觉得这个人性的恶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啊？我实在是我们的民族如果没有福音，我们民族不是没有四书五经，我们民族不是没有孔老二，我们民族不是没有老庄，我们民族不是没有马克思，我们民族是没有福音啊，没有基督的福音啊。因为我们一直觉得我们是很好的民族啊，怎么会我们是这个样子？求上帝帮助我们吧，求上帝帮助我们吧。很多时候我在中国的时候，还有在欧洲的时候，我都做过葬礼。我就发现啊，就在欧洲的时候，特别是在洋人的家庭啊，或者是个家庭，最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家庭一半的人是洋人，
一半的人是这个华人，因为他们通婚了嘛，通婚之后，但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你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发生，你发现在华人的家庭里面，好像在葬礼上，人真的哭得死去活来，你发现没有？不管这个夫妻两个人生前怎么样，这个家暴，哈哈，语言那个暴力还是那个行动暴力，哎，你发现在葬礼上，哇，哭得这个真是伤心。这个洋人家庭好像无所谓，没所谓的。这个其实背后是个信仰问题，你们想过？这个背后是个信仰问题，什么信仰问题啊？就华人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好像死亡就是永远分开，就是完了就没有了。但是西方人不这么看的，西方人他相信死亡之后还有一个生命，死亡是暂时把我们什么分开了。所以今生你对你太太好一点哦，你对她不好，那个将来在天上她认识你哦，你们见面的时候你们认识的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看到很多时候在这两方面，你实在是让你们想到背后的一些信仰的东西。第一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教会的信息是上帝预备拯救，上帝预备拯救，耶稣降生的启示什么？是上帝预备了拯救给我们，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在这里说必有童女怀孕降生，并且什么？人要称怀孕生子，称他名为以马内利。在这里面他启示的一个第二个信息就是说，是上帝，虽然我们都是罪人，生活在没有盼望的世界，但是上帝他预备了一个拯救给到我们，而这个拯救的信息就是以马内利 Emmanuel， 英文是从希伯来文来的， El 就是上帝的意思，是不是 El Emmanuel， 上帝与我们同在，没讲错啊，你只错了。他现在学希伯来文，每天晚上到三点钟，上个礼拜天、上个礼拜考试只有33分因为什么呢？他每天跑到教会来服侍，结果他没有时间预备了。他说都是我干的好事。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为瑶瑶祷告啊！啊，33分是值得纪念的那个日子，感谢上帝啊！Emmanuel， 神与我们同在。哎，这个 Emmanuel 第一次出现是在哪里呢？是在那个以赛亚书7:14，在这里面。先知就以赛亚就得到上帝的一个启示，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你知道童女怀孕，这是很多我们有理性思维的中国人不能接受的。你知道很多人不相信耶稣，我曾经跟一个在芬兰的时候，我跟一个我们教会的姊妹的先生传福音。你知道一般教会家庭信主都是太太先信主，然后先生因为比较理性嘛，也见过风浪很多，见过人生呢、那不是那么容易被你这个李牧师三言两语就骗去的，对不对啊？那个时候我就去跟这个弟兄传福音。这个弟兄呢，那读导演的，导演跟列宁格勒导演，列宁格勒电影学院的导演博士啊，守余秋雨的关门弟子曾经是啊，那很那个，我就跟他说，他说小李啊，你不要跟我谈了。那小李他说我见过的世界比你多了啊，你不要跟我谈那么什么耶稣了。他说单单有一点，就你们是迷信。他说什么叫童女怀孕？哪里有可能童女怀孕？我讲不过他，我讲不过他。他当时是博士，我只有当然我也不是小学毕业，但是小学毕业也不怕，小学毕业也可以做总统的，你知道吗？哎，真是，所以我也刚强壮胆呐、但是我发现时间变了，你今天发现，今天不要说童女怀孕，今天女人没有男人都可以生孩子。那我们单单从科学角度来说，我们中间有没有学医的？那李陈大夫在那里，你可以证明，今天男人已经不许再下去，男人不要女人也可以生孩子了，你知道吗？现在女人是不需要男人就可以生孩子的了。如果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科学上都能够做到的事情，请问那个上帝有没有可能做到？如果科学都已经现代的科学
已经能够证明完全可能实现的东西，那个万有的上帝，那个主宰宇宙万物背后的上帝，可不可能做到？完全有可能的。所以今天不是我们迷信，只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基督教的信仰或者信仰当中的阻拦，是因为我们的认知太有限。今天之所以我们没有信靠主耶稣，是因为不是那是迷信，是因为我们的上帝站在一个更高的一个维度上，你知道吗？站在那个更高的维度，是我们在这个三维空间里面是什么？我们在三维空间里面、四维空间里面所没有办法想象到的，而没办法理解的。如果上帝是在16度空间以外的那个上帝，他那个维度里面做成的事情，是我们没办法想到的。所以有一次，我就那个关于元宇宙的问题，我就特别请教了我们教会里面弟兄，他们搞科技的，他是一个基督徒了，我就问他，我说元宇宙有没有可能对我们教会的信仰是不是产生一些冲击？他说非常可能，而且是正面的。为什么呢？元宇宙最能够证明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高度的一个生命体，一个超越这个维度的生命体在主宰一个什么下面一个生命体。元宇宙就告诉我们，我们都像什么上帝创造的机器人一样。我们如果连了网，如果我们连了网了之后，我们的连接之后，你看到这个背后有一个智能的一个更高级的一个总设计师在后面在操控着这个世界，实际上是这么一回事。我想今天我们的信仰的问题不是在这里。今天我们是有一些理性的问题来阻挡我们的信仰，但是你不要忘记最根本的问题，它还不是理性的阻拦，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心中有一些东西没有找到归依。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我们最缺的是什么？你知道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缺的是什么？缺的是钱，不是？其实99%的问题是可以用钱解决的，所以这个问题不是最难的一个问题，最缺的问题，今天这个世界上缺的是爱。今天这个事情我们其实最缺的是真爱，真正的爱。所以你看到上帝当看到我们人类面对死亡的时候，面对绝境的时候，他差遣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对不对？所以这是个拯救的信息。他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因为爱我们，所以他什么？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否则他不要拯救我们的。爱因斯坦死了之后大概20多年以后，他生前的一些信件就被解密出来。那他已经说过，他跟他女儿说过，他说我只有我死后20年他才可以解密。其中有一封信当中是写给他女儿的，他这么样写道，他说我要求你保护这封信越久越好，几年几十年，直到社会进步到能够接受我下面要解释的东西。他说有一种无穷无尽的能量源，他说这位能量源迄今为止科学都没有办法找到答案，他是量子力学的这个之父啊，都没办法给到一个合理解释。他说 这种能量源是一种生命力，他说是一种生命力，而且呢它包含并统领了其他的一切，也就是说从这个能量源出来之后才会影响到其他的一切东西。而这个能量源到底是什么呢？他说在这个宇宙的运行现象之后，他说我实在没有办法，这种能量源到底是什么，他说我只能够定义它的名字叫爱。这是爱因斯坦。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就看到其实在背后这个思想跟基督教很相似啊。因为基督教认为什么？上帝是一切万有的主宰，上帝是一切背后的能源，他是一切背后的第一因，他是推动这个宇宙万物运行的这个力量，而这个力量就是上帝。但是圣经里面说上帝就是什么？爱。
所以爱因斯坦说，有一种力量，这个宇宙背后的这个推动的这个能源，这个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呢？就叫爱，就叫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一起回想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知道，爱因斯坦他不是基督徒啊，爱因斯坦他不是，甚至不是犹太教徒，他虽然是犹太人，爱因斯坦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物理学家，但是他思考到有一种力量是科学上没有办法解释的，这个东西就叫爱。这个爱，因为爱，因为上帝是爱，所以上帝要拯救。上帝看到人类正在向着死亡而生，所以上帝要来到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来拯救我们，使我们脱离这种苦难的捆绑。所以耶稣基督要来，所以他要来到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所以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他成了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今后会变得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本来是不太愿意面对一个主题的，就是世界的末日，我不太愿意面对这个世界的末日。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的末日最可怕的还不是核子战争，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裂，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膜，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恨。我们中间不管你是支持以色列的还是支持巴勒斯坦的，不管你是支持 Trump 的还是支持 Biden 的，不管你是支持伟大祖国的还不管是whatever you call it， 我想我们不能够否认，我们正在面对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种撕裂正在越来越离越来越大，民族跟民族之间。你知道就不管如何，你不能否认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现在对巴勒斯坦人做的，哈马斯毫无疑问是恐怖组织，这是毫无疑问的。哈马斯所做的事情，当然是绝对的是人类所不应该有的这种行为，毫无疑问，对不对？但你同时你看到以色列对哈马斯或者是对巴勒斯坦的那种行径。现在连美国人都称他为，奥巴马都称他们是种族灭绝行为。你不要忘记，以色列人正是在用当年纳粹德国他们对待他们的方式，在对待另外一个民族，正在对待另外一个民族。我们当然会看到有一些事情是很令人发指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一个黑寡妇啊，穿着那个黑袍子，带着这个炸药包，要冲到人群当中去。但是你需要问的一句话，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不是她的男人去做这个事情？当然了，她的父亲、她的丈夫、她的孩子都已经被打光了嘛，那只剩下她可以这么去冲上去做这个事了。所以有些事情，当我们就看到这些，就是人类正在用这种非常无情的手段，正在对付我们自己的同类，正在对待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不知道，我相信我跟我太太在这里街头散步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呀，感谢上帝，温哥华还是一个，好像加拿大至少还是一个什么很平安的地方，是不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平安还能维持多久，我们希望它可以一直平安下去，我们也希望这个人类的平安可以在这个地球上，是不是这样？不是说要管你在非洲你死人好了，管你在中东你去炸好了，你我在这里就北美我没有事情，不会的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会的。如果在那边燃烧，迟早会什么？会烧到这里啊。有一次我去年在你们教会讲道，在那个中国福音教会讲道，我记得很有意思。那个我讲到一半，一个太太就站起来就走掉了，因为我讲了她肯定不喜欢听的东西。我说如果日本人排出来，如果我不知道，我不是核物理学家，我也没有研究过这个，所以我不敢乱讲。但是如果可以吧？If 如果我说这个里面出来的这个排出来的这个海水真的它的这个毒性是那么高，我说
我说你们加拿大迟早你们的海鲜都不能吃了，他就听得很不高兴，站起来就走了，因为他希望可以继续享受什么，在加拿大的和平，我理解他了，我很理解他了。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如果人类这样的恶继续蔓延，没有爱，人与人之间不是以爱相处，是以恶相对的话，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独善其身的。战火迟早也会烧到这里，所以如果我们的儿孙，如果我有很多产业，如果我有很多儿孙，我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平安的生活。我相信福音，基督的福音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心中充满爱，只有心中充满爱才能够化解恨，才能够使罪被对付。如果没有，我相信我们的前途是非常可怕的。第三个信息，教会第三个信息就是，不但需要拯救，还需要救主。耶稣是救主，在1章21节这里说，他要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刚刚我就讲过，耶稣这个词，耶稣是希腊文，他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因为在希伯来文同样对应的那个名字叫约书亚 Yeshua HaMashiach， 耶稣亚是救主的意思，弥赛亚 Messiah 就是耶稣，耶稣是救主，是上帝的拯救的意思。所以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到底是谁，耶稣他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个拯救者，那个救恩。在中国的历史上，其实有一次跟基督教走得非常非常近。当然，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有4次入华，有4次了。第一次我们都知道是比较被公认的是公元635年，就是唐朝景教啊。第二次是在忽必烈的时代，因为大元帝国是非常开阔的疆土，所以很多的东方的宣教士，西方的宣教士都天主教宣教士就进入到中国大陆来。那第三次是在明朝的时候，基督教在中国的高层传播的非常广阔，但是有一个人被忽略了，就是其实这个人他信了耶稣，我们极大多数基督徒都不知道。最近中国有一本书很火，你知道吧？你知道哪一本吗？对，就是崇祯我就不念出来了这个书名啊，这个免得引起麻烦，我回去有麻烦啊，就讲崇祯帝的，对不对？你知道吗？崇祯是基督徒啊，没有人知道吧？你们谁听过？举举手。崇祯也是基督徒，你知道吧？崇祯五年的时候，徐光启当时已经很老了，但是徐光启经过了那个被那个魏忠贤迫害，没有死掉，结果徐光启出来重新官复原职，甚至被什么被封了这个大学士，少太保大学士。然后呢，徐光启就跟那个崇祯爷传福音。然后呢，崇祯就决定，很坚决啊，就把他皇宫里所有的偶像，就是所谓的拜拜的东西，全部清除出去。而且崇祯就透过徐光启认识汤若望，汤若望我们知道就是后来对清朝的科学很有影响的一个传教士，今天他的墓地还在北京，我还去过。汤若望这些早期的这些宣教士，他们的那个墓地在那个中央党校，不是中央党校，是那个北，现在都是党校的，都是党的，在那个北京市党校，是吧？北京党校的这个 campus 里面，那个这些老的宣教士当年的那个墓地都还在里面，感谢上帝啊！当时崇祯爷就用透过汤若望，他的天主教徒，从葡萄牙购买了2尊红衣大炮，而这2尊红衣大炮当年把努尔哈赤打下来的，就是这个大炮打下来的。所以崇祯爷当年是很相信
天主教的，他相信天主教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他希望利用天主教的力量能够帮助他打败满清，打败那个满人啊，能够帮助他能够重振他的那个国威。但是那个如果你查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在崇祯那个时代，王公贵族王爷们啊，整个的宫廷当中信耶稣的比例非常之高。据这不是野史啊，这不是野史，如果你仔细去查明史的话，你会发现当年信耶稣的王公贵族差不多有100多人，据史料记载是114个人，而且甚至秀才信耶稣的人数都有，据说有3000，还有这个举人，还有什么进士，还有那个很多的高级的官员，在徐光启的推动当中都信了耶稣。但是 很不幸的事情是什么呢？后来发现，就是说这个耶稣好像不太灵。这个崇祯爷发现他祷告了，这个耶稣也没有听他祷告。所以呢，后来他不久之后，他最喜欢的那个儿子，就第五个王子，就是死了。死了呢，其实这个里面有很多宫廷的阴谋在后面，具体的我们就也不是很清楚了，因为史料当中有不同的记载。但是有一种记载就说到背后有一种就是黑暗的权势来攻击崇祯，所以呢，崇祯后来又放弃了基督教信仰。那当我们读完这段历史之后，我在想今天的基督教很容易被我们理解成啊，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种信仰，或者是给中国带来科技革命，或者是像北美一样，或者像欧洲一样可以带来我们科技发展的一种推动力。我觉得这些都是的，没有错。西方之所以科技走得比较前沿，基督教是不可磨灭的功绩。因为什么？基督教毕竟被认为如果你去看一本书叫 The Victory of Reason 理性的胜利，就基督教的信仰是所有全世界所有的信仰当中最最理性的一种宗教它又有信仰又有理性但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信息，它不是介绍科技给你，它不是让你透过基督教的信仰可以达到民族的伟大复兴，它不是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是告诉你什么？你是罪人，你需要得到拯救。耶稣是什么？是救主，耶稣才是真正要拯救你的人。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你没有办法真正得到这个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开始在这里建立教会。当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我觉得教会的职责是尽可能把福音讲清楚，尽可能供应弟兄姊妹的属灵的需要，尽可能让这个世界当中还没有认识福音的人可以看到希望，得到上帝的爱。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你们来信耶稣，你们的动机是什么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你知道在中国曾经有一度基督教很兴盛，特别是在某些群体当中，因为有些人希望他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所以他来找耶稣；有些人希望他的婚姻状况得到改善，他来找耶稣；有些人是因为他的家庭状况需要得到改变，他来找耶稣。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对的，都不是错的，但是这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就是耶稣，你要认识耶稣是你的救主，是你生命的主。你相信耶稣，你的生命被改变。今天只有达成我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的生命的改变，才能够影响我们这个小的社群得到改变。当我们每一个小小的社群得到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才会改变。而当我们的社会改变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才能够改变。若我们今天的焦点不是放在我个人跟上帝的这个关系的建立，并且因此而使我们这个群体跟上帝的关系的建立，我相信基督教信仰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你就失去了。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再次聚集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教会的信息是什么。教会的信息所传递的，主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福音，我们都需要拯救，而你就是那个舍命流血牺牲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主耶稣基督。而只有认识你，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才能得到改变，教会才能真正的建立。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大家一同起立，我们献上回应的诗歌。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
反制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囤粮不卖的民必诅咒他，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唯独求恶的恶必临到他身，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一人必发旺如青叶。好，接下来交给您。关于奉献的环节呢，我每一次奉献的时候呢，我都会想起我当年在神学院的时候呢听到的一个故事，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那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是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呢牧师讲完道，那么呢他们是一个很有传统的教会，很多年了，所以呢每个礼拜天呢那个弟兄呢就是他老是很早就到，而且呢他坐的这个位置是昨天今天明天永远不改变的，他也永远坐在那个位置啊。你会发现很多教会都这样啊，形成习惯了啊，就是永远坐在那个位置。然后呢他每个礼拜呢他拿出一个奉献呢不多也不少，20块港币啊，他就扔进去。那么呢10年20年都20块港币没有改变。那么那个主任呢讲完道之后啊，他开始奉献了，他就奉献了。他可能是跟我一样放在左边西装还是右边西装啊，一个信封啪放进去。他突然发现，哎，怎么搞的，这个20块还在。哎呀，原来他搞错了。他拿西装带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呢可能他预备了一个信封是给他是什么什么一个啊，那他发现那个200块的就不见了。那么然后呢他就之后就去上去找那个牧师。他说牧师啊，他说我搞错了，就是说我刚刚呢就是说我刚刚应该是给那个200块20块的，但是我搞错了另外一个信封，我可不可以拿回来，或者你找回给我180块。那么那个牧师就说对不起，他说我只知道你奉献不是给我的，甚至还不是给教会的，你是对上帝的一个感恩的一个回应，上帝能不能找回你呢，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哎呀，那个他说哎呀，那个真倒霉，哎呀，对对，那他说他那个牧师呢可能跟我一样啊，脾气啊比较怪的，就回过去说，哎，你说你刚刚说什么，你以为你奉献了200块，但实际上耶稣只收到20块，你懂我意思吗？就这个故事前面这个噱头不重要，重要是最后那句话，就是你心里面想奉献多少，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心里面只愿意给20，实际上你就是给了200，耶稣收到的是什么？20。所以千金姐妹，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像一个家庭一样。我每个人的经济能力不一样，我每个人的需要也不一样，我们每个人能够给的也不一样，但是主知道你只要，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家中最重要的就是爱人不虚假，对不对？这个是我很喜欢这首歌，在哪里呢？认识我的弟兄姐妹就知道我是一个比较真的人，我不高兴的事情都放在你不要跟我在背后给我花样就好，对不对？我都放在脸上。我觉得我们在教会，我们也是以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会发现，在我的教会能够留下的人，都是跟我很像的人，都会跟我很像的人。所以呢，你只要用心，你奉献，你哪怕是给1块钱，给1分钱，但是主耶稣收到，主耶稣收到，因为什么？那是真的从你心里面发出的，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真开心，因为我们的家是一个你的家，因为我们的家是一个真的以色列人，真正的信耶稣的人聚在一起的家，我们是真的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的人，也就是在真理跟圣灵里来敬拜你的人。所以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主啊，无论多少，我们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给你的。主啊，因为当我们给的时候，用心、用真诚、用真爱来给的时候，就是对你的爱的一个真诚的回应。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